大家帮我注意看哦，注意看，需要你们的每位观众的帮忙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去看一下 Patrick 还有阿米达他们的默契好不好，可以吗？我相信应该会很好，好吧？我们先从阿米达开始，好吧 ？OK， 你可以帮我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喊停就可以了 ，OK？ 现在开始，随时喊停来。这里，我们看停在什么牌，好吗 ？OK， 帮他记得一下这张牌 ，OK？那个 club 好吗？也不要忘记哦，忘记的话就没有办法做下去了啊、哦！哎，你再帮我在台的上面签个名字好吗？帮你拿着。还有今天的特别日期好吗？今天是中秋节啊，中秋节是吗？哇，好特别的一个晚上。对，哎呀 ，Patrick， 记得好，一定要记得啊，不可以忘记哦。我相信你啊，办得到。哎，我把这个那个 club。暂时呢，先隔在这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到 Patrick， 你能选到一张比较好的牌吗？可以哦。来，我们来一起看 Patrick 选到什么牌好不好？对，现在开始哦，随时停好，随时喊停。这里 ，OK。哇哦，三颗 diamond 哦，记得啊，让他现你三颗 diamond。OK， 来 ，Patrick 帮我在这边签个名字，一样，还有今天的特别日期，好吗？没有肉的。OK， 所以Patrick呢也签了一张很特别的牌，对吧？是有咱们，我们把这张牌呢暂时也隔在这里。对，大家请注意看一下哦，这张是阿尼达的牌，这张是Patrick牌，把两张的牌合在一起，好吗？然后呢，现在去考他们的默契好不好的时候了。OK， 阿尼达，你能找到Patrick的那张牌吗？谢谢。啊，说行啊，说行。我会帮你，哎、欸，我们来看啊，你看能不能找到Patrick那张Trio Diamond好不好？来，把你手伸出来，要微微笑就可以了。这样，来跟着我做一下。啊 ，OK， 有没有感觉到那个牌在动？啊，有啊 ，OK， 应酬我一下啊，注意看，希望安妮莎可以找到那张Trio Diamond好不好？下面有张，有他在。哇，不错哦，就一张牌呈现出来就是那Trio Diamond，啊。我们给阿尼巴小小声的鼓掌好不好？啊 ，OK， 现在到了紧要关头了，这位主角 Patrick， 准备好没有？能找到他的牌吗？啊，哦，很有信心，很好，来，跟着我做一样，微一下，你、欸、还不可以，不可以，没有动到。哦，可以，现在动了 ，OK， 注意看，希望 Patrick 可以找到阿尼巴那张牌，哎、欸，你还记得他的牌是什么吗？哎、欸，有 club 对吗 ？OK。我看到一张牌呈现出来了，对吗？哇、哦！来给Patrick小小掌声鼓掌好不好？等一下，他做的比阿尼莎好一点点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不只是找到这张牌呢，还找到自己的那张牌，耶，去了Diamond。所以现在呢，两人的牌都在一起了，哇，好罗曼蒂克啊！哎、欸，来，就把你手伸出来嘛，准备好你看另外一只手。接下来我要把这两张牌呢放在Patrick的手上，然后呢，阿尼达帮我盖上去就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OK， 现在开始盖上去，也不要动啊。OK， 来升高一点。OK， 我让你们想一下你们第一次见面的那个时候 ，OK， 然后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，然后到今天成为夫妻的那段时候，可以把你们的爱情的力量传送过来，可以吗？传送过来，有没有感觉到爱情的力量？有没有感觉到温温的爱情的力量？有没有？不要笑，真的，最看，一，我数到三喽，耶，一、二、三，给来阿尼达和白翠，慢慢的把手开起来，来开起来你的手，然后把两牌举高高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们的爱情的翻过来，就是你们两位Patrick和阿尼达那张结合在一起的那张爱情的牌，祝他们爱情就在这张牌上天长地久，永远都在一起，好不好 ？Forever love， 好不好？给他们两位掌声鼓掌一下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送给你们做纪念，谢谢。哎，谢谢大家时间啊，享用你们的晚餐，谢谢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